内容还算不错，有敲出安打。赛前呢也有问一下他可以就是伤好了没，他说基本上没有影响了。这个球看一下，哇，直接打到了全垒打墙，我直接用这支二垒安打来证明了我的伤已经好了啦， totally recovered， 完完全全的康复。在那边呢是敲出了中左外野方向的一支二垒安打，哇，这敲出了这支的二垒安打呢现在站上了得点圈了。这个球的挥击真的是完全无惧左投的这个变化球哈，把球带得很进来，然后顺势的将球带到左外野的一个方向的一个深远二垒安打，是直接打到呢。昨天回到了先发的阵容当中，赛前问他那肩膀的伤势，他说应该没有问题了。这个球出手打到中间方向，又是一支安打。哇，无声发威啦，连续的两个打击啊，面对迪纳多啊都敲出了安打，上一次呢是二垒安打，这一次呢是中间方向的平飞一垒安打。嗯哼，接连的两支安打，接连他个人的两支安打啊，就打得非常的扎实，是也是一个曲球掉到一个中间的一个部位来，让这个潘武雄完全的掌控这个球，缩小了，希望能够挡下这个三垒上的这一分。我现在打击轮到的是前面两次啊都敲出安打的潘武雄，第一个球就出手了，落地形成了安打。垒包上面的跑者现在一个回来，第二个停在三垒的垒包上。哦，潘武雄厉害了，今天啊前面三次的打击，三次都是敲出安打，已经猛打赏了。而且这一次的安打呢是带有一分的打点，把三垒上的朱元琴打回来。同一支队在五局的上半再添一分，现在取得2-0的领先。这个球掌控得很好，看他跟住了一个变化球，然后顺势把球往左外也推出去哦。那刚开始陈金峰可能也守得比较后方，形成这样的一个安打。